你能够听，你相信能够听见吗？他三十多年都可以对得听见，你十几年是你的时间的一倍都可以得一次，你相信能医治吗？他听不懂，他一信耶稣了吗？主耶稣释放你圣灵的恩膏能力，今晚的大耳膜听觉圣经，我们耶稣里面可以叭叭叭叭叭，我们耶稣里面打破西叭叭叭，打破你和你历代祖先崇拜偶像耳聋的咒诅，圣灵的恩膏能力今晚的大耳膜听觉的，奉耶稣的名命令耳聋的灵从耳膜听觉神经上和道上，我们耶稣离开，打开，西叭叭叭叭叭，打开。七八八八八八八，嘿，打开，火能力恩膏，高猛，嘿，打开，七八八八八八八八，打开，声音反听到了，听到吗？好，荣耀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这两天长了很多个，很多耳朵没有学会的意思了，那算起来有50年了，有没有？50年耳朵了，耳朵破掉，对吗？好，双手打开，双手打开，主耶稣释放你再造的神迹恩膏和能力，奉拉撒勒的耶稣基督里面圣灵的恩膏能力，奉耶稣里面进入耳道，进入耳膜，奉耶稣里面长出来，奉耶稣里面长出来，奉耶稣里面释放再造的神迹，奉拉撒勒的耶稣里面，叫你破掉的耳膜重新长出来，主要给他换一个全新的耳膜，奉耶稣的打开圣灵的恩膏能力进入耳道，耳膜听觉声音，叫你能够听见，打开，七八八八八，好，听见。打开，听到吗？听到。圣灵的恩膏能力进入耳道、耳膜、听觉、神经，我奉耶稣里面可以叭叭叭叭叭打破你，你不用祷告，我为你祷告，你就领受好了。如果你应该祷告好，我就不来了嘛，你早就祷告第一次了，你就领受，明白吗？奉耶稣基督里面圣灵的恩膏能力进入耳道、耳膜、听觉、神经，奉耶稣里面打破耳聋的咒诅，奉耶稣里面破锁，打开。圣灵的恩膏能力进入耳道、耳膜、听觉、神经，打开，打开，细叭叭叭叭叭叭，用耶稣基督的名，斥责耳聋的灵，从耳朵上、耳膜上、听觉神经离开，打开，听见。你里面都塞满了，我建议你明天到医院里面去做洗一个耳朵，因为里面有很多耳屎。让我手动的话，你塞满了耳屎是吧？在医院去洗个耳朵，很容易，医生会帮你洗，好不好？但是你听见明天就洗耳朵，好不好手？听到吗？他听到了，还有一条，他耳屎塞满了，知道吗？阻挡了他的听力，现在已经医治了。我再为他祷告一次，记住你明天一旦到医院去。要医生给你洗一个耳朵，好不好？他会给你把这个耳屎全部洗出来，用盘子一洗，很多东西都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，好，打开双手，主耶稣圣灵的恩膏能力进入耳道、耳膜、听觉、神经，从耶稣里面可以叭叭叭叭叭，嘿，打开火能力恩膏，嘿，穿着耳道、穿着耳膜、穿着听觉神经，洗叭叭叭叭叭，叮叮叮叮，阿拉拉斯叮叮叮，嘿，打开，洗叭叭叭叭叭叭，叮叮叮，火能力恩膏。听觉声音，打开，洗吧，叭叭叭叭，给你听我的阿拉拉，洗吧，嘿，做一下，好，离开了，这话你看，发现没有？他刚才，张老师你看到为什么？跑了，那个灵唰，他像抽风一样跑。